又是我 Allison， 今天呢已经好久不见了。最近欧美风起了一个东西叫做 wavy brows， 波浪状的眉毛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我觉得超像毛毛虫的，我整个觉得很反胃。然后我看到就是有点鸡皮疙瘩都起来，知道吗？鸡皮疙瘩什么都不起来了。虽然说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我觉得有点傻眼，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做，因为呢整个就是太恶了，要被我吓到，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这个眉毛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应该会很好玩吧，如果试一下，所以我们就开始。我这边准备了一些眉毛产品，有没有看到我的眼睛的这个妆？这一盘的话是 Yes Please 的那个 palette。 开始吧，先描个边。应该说我有一次在这边上面看到，我没有想过它会变成流星，就整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流星。我觉得惧怕毛毛虫的人如果画这个眉毛应该会自己先昏倒。这个样子真的太好笑了吧。你们可以忍受这个额度吗？我来试着把那个一些地方用 concealer 遮掉。讨厌，我觉得我今天的妆容完全被毁了。我原本很喜欢我今天的眼妆。我昨天就是在跟朋友 Skype 的时候，我才跟他讲说，就是我们才在讨论说这个眉毛真的是最可怕的犬之一。然后我今天就做了，真的是太恶了。我等一下要打电话给他骚扰他一下。我真的会崩溃，如果看到有人走在路上要用这个眉毛出门，真的太扯，真的太扯！我在干嘛？我到底在干嘛？暑假还没有过完，然后闲闲没事做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才会想要做这种 eyebrows。这是我这个暑假应该做过最疯狂的事。然后我再用眉粉来加强颜色。这种眉毛根本就是时尚杂志才会出现的东西吧，或是卡通人物才会有的眉毛吧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样有没有看起来超 on fleek 的 eyebrows on fleek？ 好，我们现在来拯救另外一边没有 on fleek 的眉毛，让它 on fleek 一下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，就是当你画一个人的时候，假如你要画一个人的脸，然后你画一个人的眼睛，当你先画一边的眼睛，然后你觉得哦好完美哦，但是当你要画另外一边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画不出来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眉笔刚好这次派上用场，因为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支眉笔，因为我觉得它好难上色，就是好像是刚开始买很难上色，但现在好像好一点，所以今天刚好派上用场，要不然它已经被我冷冻非常久的一段时间。刚才那边怎么画的啊？怎么画的那么好？没有，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？我们来给它加深看看会比较好一点。这边完全就是一个大失败，已经整个变成蜡笔小新了。我来给他一点魔法，看他会不会起死回生。哇哦 ，concealer 的力量就是不一样。我居然完成了耶！哎，好感动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太可怕了！我现在来看一下。要打给我的朋友，好让他看一下我的杰作。你看我好可怕！什么事啊？干嘛画这么？我居然画出来，这个很难画，比正常眉毛还难画。我好笑啊！你怎么被你的眉毛捆了？你是你有什么犯？怎么一回事？你有什么问题？很可怕，对不对？毛毛虫上身。着重在整个眉毛的展开，好像那个马里奥的，你知道那个坏的那个黄色。你这黄色的 T 恤就是在台湾买的 ，H Connect， 好看哦，好看。我很喜欢这种颜色啊，喜欢搞笑路线的。对啊，我真的发现我觉得我越长大好像越往搞笑路线。拜拜，刚才跟我朋友讲。然后呢，我们觉得说一定要给他更 intense。 你们看我看到发生什么事吗？这个 concealer 瞬间冲出来，我再给他更 intense， 超像坏力欧的。刚才我的朋友也讲，我
我真的完全往搞笑路线走，哎，这是哪招啊？我觉得这个比我那个露出我的那个叫什么素颜，而且是满脸痘痘的时候的素颜还可怕啊！我们先这样子好不好？因为我现在有点懒得弄它，然后我觉得已经够弯曲了，够扭曲了。其实啊，我本来想说今天要不要加个亮片在眉毛上，还加一个那个叫什么、亮片胶在我的眉毛上面。刚才我的那个录音自动停止，我刚刚是加了那个叫什么一些胶，然后呢可以粘亮片，反正就是 wavy shiny brow， 完成了，有没有看到亮亮的，一闪一闪亮晶晶的眉毛，很夸张的眉毛，这就是我今天的眉毛 look， 这就是今天的影片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这是一个大成功的一个 wavy shiny brows。如果喜欢的话，欢迎模仿。然后看你要走出门还是怎样都可以。去万圣节派对，或是走出门去上课、去吓老师，都可以哦。喜欢这个眉毛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点一个很大赞，就是为了这两只眉毛点一个赞，好不好？拜托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有任何想跟我讲的话，或是称赞我的美丽的眉毛，就是波浪眉的话，那就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跟我说你有没有事之类的。拜拜。有没有这样子整个就是 on fleek？ 有没有 on fleek？本来想说要先做那个台湾买什么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眉毛真的是太，就是给我太大的启发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又是我 Allison。Hello， 又是我 Allison。我快要疯掉了，我现在整个是没办法开头，因为我现在脑袋里面一片混乱，太久没有做影片，整个就是混乱到极致。我重新开始。好，3、2、1。